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萨，欢迎继续收看《大金刚热带极冻》。这第六大关终于回到 DK 岛了，虽然 DK 岛已经不像 DK 岛了。好，那就开始第六之一。那怎么这个背景特别卡通的感觉？瞧他们这么快乐，我家就在后面啊！哦，两下就会掉下去。吃干净。我还是只有香蕉。什么东西都要坠落啊！这音乐应该要配晚上才对，为什么是一个大白天？配晚上的话，一定超棒。这物理不太对啊！那你就老马。大通好，抗也收集完成。没有路了，直接用 大炮飞过去。Shore Wall。这真的应该要配晚上才对，白天就少了一点气氛。啊？禁止什么东西啊？
踩吗？哦，还好，这不会掉下去，不是很滑而已。拉起一整条船，好累的感觉。到底可不可以踩？也可以啊。可以把那个打掉吗？应该可以。哎呀，这打到天花板了。下面有狙耶，哦，可以拉起来，看到。哎，它会自己往上升。还蛮不错的。下面那什么东西？
再拉一次。哦，原来不是东西，原来是要走啊！哈哈，只是个金币。我还没有伙伴真的上不去。吃到狙以后的路还真长，这一关啊，最后一个拼图应该就在那个上面。哇，这个啊，是个火箭关还是什么关吗？这音乐怎么这么隆重？哦，不是火箭关，普通的关卡。终于晚上了耶，晚上比较有气氛。哇哦！没踩到，气死我了！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这啊，全副武装的家伙！伙伴啦，滴滴看，好。可以把一路把他带到这里，哇！要用这个吃恩吧？欸，那后面竟然也可以敲啊！哎呦，差点跳过来！哦，你过关了，这关还真简单。啊，矿车关，真的冲矿车关。好，矿车关就矿车关。Blurry Flurry。
哇哦！再不要把这个带回去吧。好远哦。好，啊，是火箭的。火箭，我还比较想要矿车嘞。可以在下面。随便走几步路就洞窟就塌了。哦耶，有什么东西被冰冻在里面。哇哦，我好怕漏掉字幕啊啊。哇哇啊，没吃到，那就算了。这怎么打从上面下来？哇哇哦哇哦，亚美龙啊，好险，要加速了。那啊！啊！好险！到了！哇哇哦！哇哦！等一下，上面下面，这也太窄了吧！哇，更窄了，狙啊！哇，太好了！雪球，哎，可以跳，哇哦！哇，跳，哦，这好酷！啊，没跳，没跳到，哇，跳，跳，啊，跳，哇，把整个城堡都炸毁了。真好玩。钱太多了，拿去花一下。
蛋就好了。哦，我可以转超多的。转70个，那77个好了。Lucky 77。好、哦、糟糕，我该不会要一路按完吧？弄完了，没有办法一次看完，而且还不知道自己剩几个，真的痛苦。Forest Falling。还是还可以这样啊！好，差点又没抓到。收集钱的动力、啊、平台都给这么小啊，收集到 O 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！可恶！也没砸到，哇！竟然会这样，我还以为可以把他打死。
哎呦，怎么一直碰到雪花？啊，买走！哎，可以把那雪……哎，在看那个雪花被烧掉的样子。好大的雪花哦！哇，碰到就死了。跳起来，结果来不及抓回去。哦，原来这样就过关了。刚刚就差一点点。哦，这关明显的比较难一点。所以这里有，哎，不对，那是神殿。那什么感觉就是要雪崩的关卡 ，Cliffside Slide。哦，好久不见的剪影官。这样能够让他没有。哦，哇，好险！天哪！可以！哇！哦，好快！
酷哦！我沉下去。看在这里还不错用，哎呦！啊！啊！要吃将军啊！也太刚好！啊！原来不是。原来这关不是往下滑，而是往上爬。这关的拼图藏的还蛮佛的。踩那个怪物上去，好，快点！这一关，耶！拼图也找到啦。哦，67啊，而且还这么多关啊。算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的就留到下一关好，下一集好了。那这一集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